在我现在看来，红玉好像不值得我为她生孩子。吃了这片药，过了两天，身体就是特别难受。我就是害怕，我怕对自己以后有什么影响，之后想去医院再去检查一下。他没有问大夫任何问题，就是一直在那站着。我就看他的表现，我就很生气。我们两个在他的店里吵了能有两个小时吧。后来他生气了，直接就上楼把我的行李拿下来，说你滚吧。